咪老师，请出题。第三题哟。会唱哦，要会唱哦。用天线，用天线，摆成爱你的形状。在屋顶唱着你啊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。那星星点缀着最浪漫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。不可能有人不对吧？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总不能小屋顶吧？小屋顶不可能。我刚很担心谢老师的这些屋顶的黑狗熊。哎呦，那是山顶的。其实我刚才他把答案念出来，我把它写上去。哦，以后其实我是作弊的啊！哎呦，好诚实。我本来叫做屋顶的山猪。哦，我为什么要念给宇蔚老师？他不写出来会对不起年纪哦，因为这个是有年纪。对了，对了，我们比较期待你写小屋顶。对，感谢你把答案念出来。我来念这么大声。选择哪一位老师？包老师。哎呦哦，因为我小时候都是看他的那个评审的节目，小时候都看他看你点评，而且你们两个头发长度是一组的，是一组的，你们造型很像，很柔顺。对，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像 Eagles 合唱。Eagles， 好好好，两位有了，来，我也来，好，三位来抢答了，抢哦，注意，阿米老师，请出第四题。哎呦喂呀，没那么简单呐，胖了就别吃东西。对呀。有点模糊，羽凡好像先对不对？好，来羽凡试试看，重复歌，嗯，预备，来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没有人有他的力气。错，不行不行，金纯来，预备 ，Go。都卡住，你们都差两个字。对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。过了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。